可能是这样好些爱是，伊家人干那个事，干那过去，就是咱的国家顶，就是咱的责任大些，后来就做点事。是安那边讲吼，因为若无过去，就会起来亏咯。咱今日咱就看嘞，有即款的机会，咱这样去弄了吧。无可能，即个机会，咱只甲各位见面。所以呢，这是自己当初下定这个钢板，一定要依着上届信息，这个钢板呢，来钢贵点才会这样，地方开的精神。那当然不是讲咱两个注意力啦，啊，佫有真侪才会这样，那是安尼在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默默的付出啦，默默的付出，所以。今日就讲，借这款的机会，让大家跟各位见面，做准备的，当然，今日好学所准备这个题目，这是咱用心经营的，所以不单位拢同款啦，这个题目呢，拢是用心安排，用心排就对啦。咱好学呢，提了这个题目，如何应征洱海咖啡？如何应征洱海？那么，咱俗语话咧讲嘛吼，大家有本难念的经，难念的经，还是歹念的经，也就是歹念的经。那么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家的最难听。各位嘞，各位姐姐，咱直接做一下小调查就好。还袂结婚嘞，敢无？还袂结婚嘞，也笑袂敢无？一位姐姐，两位姐姐，那所以咱大部分只有九成姐姐拢已经结婚有家庭了恁的家庭到问题？我们家庭有问题，家庭无问题，输给笑袂到。赞啊！真侪家庭拢没有问题。真正地下。同学，听各位吼，去表达爱想单位也是啦吼，这个题目。同学，这些调查了呢，拢无人举手，每一个家庭呢，拢有问题。其实这个问题是大问题、小问题，其实呢，多多少少啦。那既然咱讲无问题吼，同学直接过来问。自结婚到现在，拢毋捌甲咱的先生、甲咱的太太冤家过，都举手就安尼，敢有？我无啊，所以当然，咱可能甲咱平常所拄着即款问题，我们认为不是什么问题，咱认为迄毋是啥物问题啦，咱认为迄拢是一款嘞小款代志而已啦，但即个小款代志当中嘞，难免拢会。喙齿，咱即个人甲喙齿呢，咱拢做伙呢，拢会一手夹着拢会夹着，对不对？何况是咱即个先生太太夫妻之间，有一个故事来咧讲嘛，讲过去呢，嘛是过去现在啦，现在就有一对咱的亲啊亲戚，即个少年的即个夫妻逐工嘛是。拢缀着道场安尼，道场老板在来参加，这对阿妈讲的算蛮真有心啦。老板的钱拢缀了吧，阿妈收真久啊吼，但是呢，难免会冤家，会冤家时阵呢，囝仔官呢拢安尼阿妈分，阿妈分钱拢安尼盖大锅了对，阿面拢盖红，意思讲吼，拢把个屁股分对啊。有一天呢。都拄着一件小款代志，还阁冤家。冤家了呢，哇！即、这个先生也想，太太也想。结果即个太太呢，就走入去即个浴巾啊，即、这个化妆师啊，走入去。一看咱碰到情形，可能会当去想讲，走入去可能就是，即、这个艰苦嘛即、这个苦。但是呢，过十分钟了呢，即、这个太太出来，即、这个太太出来了呢，即、这个太太把。去去了去，
但是这个先生这个时阵阁安怎，阁气不稳嘞？伊就想讲，奇怪，啊，阮太太入去化妆室十分钟出来了，拄仔到我房间，迄个神气、迄个情绪拢无来，啊，伊气笑目笑嘞，啊，我即摆哩心内阁心中并无彩，阁气不稳嘞，讲奇怪，啊，我真正甲阮太太差异差得济就对啦，啊，这个时阵就要甲伊太太。到底伊太太是用啥物方法，会当一个短短十分钟以内呢，把拄仔迄个无爽快、迄款个情绪呢，是放掉。那敢咱个先生太太房间拢无拄在讲话，敢有三点钟着讲话，敢有？三点钟以内讲话，咱小姐出钱啊？无啊，无哦，啊无半工在讲话，敢有？嘛无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无是偌久才会讲话，啊，三个月嘛，哦，一般拢有即个情绪啦，即个情绪要马上放下，这是爱功夫的，哦，这确实是爱功夫的，你一个拄着迄款无爽快的代志呢，不愉快的代志呢，马上安尼是放下袂去，伊真正是，迄若无迄个火候，真正是顶袂住，啊，所以即个先生就讲太难。我刚才给你清况一下，你是拄仔入去化妆室内底呢？你是做啥物代志？啊，为什么才十分钟出来了呢？我著看你嘴笑目笑拢袂生气。我这太太就讲，你讲真正要知啊？伊讲我爱乐啊，我真正爱知。哦，因为你这部功夫真正真好。太太就讲，我甲你讲，你袂使生气哦。用袂，我来生气。你老教我个感觉就袂有，我来生气。然后，我倒入去化妆室内底，我去洗马桶，我去洗马桶。哦，洗马桶真有效哦！啊，洗马桶洗十分钟啊，你着拄仔迄款无爽快代志拢是放袂记啊。用嘿啊！我做洗马桶的时阵呢，我是用伊起面的洗啊。哈哈哈！啊，这个时阵先生听着了，一番气。啊，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啦，吼。但是咱平常时在讲来讲吼，讲产生了甲对方产生了无爽快，产生了口角，产生了问题时阵，其实往往这个情绪是需要回头，需要方法去来化解。啊，所以咱家庭内底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啊，咱每一个人。基本上家庭拢有问题，啊，只是讲看问题大小而已啊。咱家庭内底敢有夫妻的问题？有啊，啊，子女的问题，有啊，啊，啊，搁有咧，家己身躯的问题，哦，啊，搁有同侪啊问题，兄弟之间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咱的家庭太这么侪问题？咱感觉辛苦，拢是对方的问题。拢唔是怪问题，哦，咱每只拢是安尼想嘛，拢是伊啊，哦，拢是先生的问题啊，哦，啊，拢是太太的问题啊，都不是我的问题啊，哦，伊这问题呢，咱咧讲伦理哦，人甲人之间啊，伦理道德，伦理道德，咱每只人这个伦理道德，这个观念，敢有？有观念了，咱敢做了就好。其实有问题就是，咱在咱的观念当中，在咱的自信当中，就欠缺了这个伦理道德这款的观念，甲这个实际，这个本事啊，哦，就是安尼啊，哦。所以第二点呢，咱借着这个夫妇呢是伦理的起点，阿妈婆夫妻是伦理的起点。中央内底甲咱讲，君子之道，自观后夫。哦，咱今仔日修道学道，咱所咧学的是啥？咱讲学圣贤，学圣贤之前，咱爱先学君子。哦，啊毋是，咱爱先学君子啊。哦，君子之道，君子之道，伊是对倒位开始？对夫妇之间开始。哦，所以要从君子之道要来做落去呢？先将咱个夫妇之道先做啊好，翁仔某之间即款个关系，即款个相处，
心中伊相处偌好。如果咱相处偌好了，咱透过咱个智慧去甲体会，去甲体悟，咱会当去体会着，甚至宇宙当中迄款个真理，迄款个道理。所以刚才讲个讲吼，天地之间，宇宙当中。一切的道理，伊的发端来自于有些啊。所以咱咧讲五轮啊，吼，人伦内底有五轮啊，有辅助，有君臣啊，有夫妻啊，有兄弟，有朋友。咱来看卖啊，这五轮内底呢，有三轮，伊的家庭内底，先有夫妻。是有夫妇，啊，有夫妻了呢，伊叫叫辅助，有囡仔了，叫辅助，父母之间、爸囝之间、母仔囝之间的问题，啊，囡仔生一个、生两个了呢，才开始有兄弟的问题，所以五轮当中有三轮呢，伊啊，伊的家庭内底，啊，然后呢，再向外叫有关系，啊，叫有朋友。所以咱个看家庭了重要，家庭最重要。家庭若处理会好咧，咱伫社会上基本上就袂差到倒位。所以你今日甲咱讲哦，伊讲十二，你今日甲咱讲哦，有十二啦，就是讲哦，咱人甲人之间咧，每一个人伫个。每一个环境，扮演你无共款个角色。咱伫家庭内底，吼，咱天道上面就咱着为人父嘛，吼，咱君道着为人母嘛，吼，做人个爸爸，做人个妈妈，吼，啊，做人个兄弟，吼，做人个兄弟，做人个小弟小妹。每一个人个，拢有伊个啥，拢有伊个应该尽个即个。但是，你今日你所咧讲去实践呢？如果每一个人拢会当将家己个本分做了好时阵，那当然之间就无即个问题。往往就是因为咱人本身个即个特质，咱个本分做袂好，所以才产生了即个摩擦啦，产生了即个纠纷啦，产生了即个口角，产生了即个问题。其实这道理我都简单，这道理嘛我最了解。只是讲，咱无法度时时刻刻的将伊呢提出来嘛，提出来分析。咱无法度时时刻刻的提出来得失，提出来分量。咱拢讲拢会袂记得啦。咱讲咱是一个健忘的动物啦，人是一个健忘的动物啦。所以为啥物道理爱不断安尼习班，爱开这个体育班，就是要让咱啊会当。电台当学习，电台当复习，吼，咱这道理才会记住。所以，刚才咱讲夫妇吼，夫妇的精神，吼，夫妻的精神是啥？吼，先识识嘛，吼。夫妻先识识，识识了呢，因为了解相知、相识，吼，伊就呢才相爱。感谢你。难怪叶子国家可能无啦，难怪叶子国家可能是媒妁之言，哦，可能媒人介绍，哦，然后嘛媒人无帮咱看，哦，帮咱介绍，有阵时啊，你也袂识识着，就安尼，看一摆尔，哦，看一摆尔咧，啊，就讲，哦，会使，哦，然后，然后看会对眼就对啦，哦，看得上眼，安尼就，那个就叫有夫妻啊，较早时代是。但是即摆时代往往拢是安那，拢是家己找嘛，哦，即摆是自由啊，拢是家己找，啊，所以拢是咱家己定的，哦，敢是先生嘛咱家己定的，太太嘛咱家己定的，哦，夫妻安那好呢，因为相识了呢，最后因为相爱才来结婚，才来形成这个家庭。来讲家庭是安尼组合的，但是安尼讲结婚呢？结婚是，但是童话故事你讲哦，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但是安尼讲来讲哦，
结婚呢是你爱的可能，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还是结婚之后是你爱的可能？咱在座高兴，我是结婚啦吼。咱以为咱即摆结婚了呢，咱即摆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还是过着恋爱的和睦般？咱即摆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嘞，小杨秀姐好吧？两个我正努力前行。不要单身，不简单呐、啊。所以咱其他都是过着非常悲惨的日子嘛。不满意。其实这个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也好啦，吼，过着咱是恋爱和睦的日子也好啦，你这个差别在哪位啊？为什么太有人过着幸福的日子，啊有人过着迄款的日子是这么痛苦？伊的差别在于经营，你安怎去经营你的家庭？经营你夫妻之间的关系。你够用心去经营，啊，无时间去看关。如果若是有诶时阵呢，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啊，老看着啥物袂顺眼诶，啊，你着目睭就揢一个啊，顺过，咱莫看甲遮尔清楚，咱着袂遮尔计较，对毋对？那么如果你若是干通要计较，你可能即项你嘛看袂下，彼项你嘛看袂下。啊，逐工咱就过着去看苦，但是呢，有一寡代志呢，若会当转过，目睭小揢一下，就会产生这个计较。啊，所以这是个经营功夫来讲吼，咱有用心，伫个夫妻之间，伫个家庭当中，安尼去经营。所以家庭经营其实是一个种个修行。咱大汉在甲咱讲嘛，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。要齐家家庭就是爱齐，要齐家之前爱修身，要先修身。哦，你心若无要修，家敢会齐？家不会齐。哦，身不修，家不会齐。所以要坐工，咱讲要当牵车，但是咱家要坐嘞，第一咱爱先修身，吼，咱家己自身爱先修啊，吼，家己啊，先生修也好，太太修也好，阿仔无时间，即个问题才减少，啊，才减少啊。阿仔某如果相处若是好呢，咱只好就去影响着咱的子女。如果阿仔某关系就处了无好啊。咱的子女是要听爸爸的，还是要听妈妈的？伊无所适从，啊，无所适从。所以婚姻要当成功呢，有两个要点，啊，这两个要点，咱要想到。婚姻若要成功，有两个要点，第一呢，找好人，太太呢，若要出兵。那个金刚山啊，那个全神仙是呢，就是好难的神仙啊。所以这神仙呢是安那温柔，有个体贴，搁有责任啊。然后找神仙要找啥？哦，找高义老师，哦，找高义老师的啊，还搁找啥？搁找啥？找啥？你们即摆社会咧讲个高富帅，即个光环安尼哦。啊，有钱，啊，会闹，刚刚找这款的，那找这款的，可能大家你都要烦恼咯。哦，啊，恁先生要找太太要找啥？找美丽吗？啊，不是找窈窕美丽吗？有一个故事跟你讲，讲较早有一个少年家吼，来介绍一个女朋友。介绍女朋友来，甲女朋友约会要出去食饭。啊，即摆啊叫食饭，即摆去一个餐厅。即个少年家就是讲，看小姐爱食啥吼，就甲小姐讲，你若爱食啥呢？你尽量点外边啊吼。什么
小 case 啦，但是呢，这个小姐即款点点点了了呢，这点是做出来，啊，点几项啊菜，啊，饭也无点，啊，啊点点都都开成大块，我这个少年计就想讲，哇，这个小姐若是娶到吼，稳当当，又免食伊济啦，哦，这后摆再食呢，饲一饲。啊，即摆啊，就真顺利啦，一个人两个人吼，两个人结婚啦。啊，即摆结婚了呢，才发觉讲，原来伊太太呢真正食了少，但是呢，这化妆品啊，这保养品啊，哦，这衫啊，哦，这个月咧开拢过了万，对个。即时才知讲，原来食。什么问题啦？哦，是咧用的这物件咧，才是大问题啦。哦，所以那讲娶某咧爱娶啥？爱娶定嘛，哦，敢是？哦，爱娶现代，爱娶定嘛。经先生爱经老生，爱经高义，爱经实在。哦，所以婚姻若要成功，第一爱找个好人，哦，找一个好先生。找到一个好太太，但是如果若找袂到好人，就准备安怎？卖结婚。若找袂到好人呢，就换你做一个好人。哦，咁是安尼。所以其实婚姻要成功真简单，要看咱是不是愿意配合，哦，咱是不是愿意呢体谅对方。包容对方，就是谈这样。如果咱要争利，争个赢，争到尾啊，内心就变成哪样？这样话哩，哦，拢这样话哩。所以人咧讲啊，即、这个婚姻呢，啊，像像即个围城，啊，法国咧有一句俗语人讲嘛，伊讲婚姻呢就像像一个，即、这个城堡咁款，伊讲内底人咧想要喘。啊，外口人咧想要离婚，啊，未结婚的人拢想要赶紧结婚啦，啊，结婚了咧，有家庭了咧，就讲哦，你再多多慢慢结婚，哦，较自由，其实不是安尼啦，有家庭了，有婚姻，有家庭了咧，要用心去经营，哦，用心去经营啦。当然，你无家庭较轻松啊，哦，但是你无家庭咧，永远就是一个人，永远就是。有家庭了呢，有先生，有太太，有子女，有咱的家庭，有另外一种的一个，哦，天伦之乐，哦，有另外一种的关系在内底，哦，所以既然现在是自由恋爱，但是现在离婚率是一年比一年较高，一年比一年较高。咱台湾哦，中华民国咱台湾咧，目前排个咱的离婚率咧是排名世界第四名。我啥物无出名，即款的歹的拢特别出名。第一名是啥？离婚率第一名是美国，后来是中国大陆，哦，啊咱是排第四。即、這个离婚率哪会遮高？对啦，既然咱的对方、咱的先生、咱的太太拢是咱家己找。拢是咱家己拣，咱家己选择。为虾米选择了，搁要离婚？搁要离婚啊？因为足侪人拢无受用，足侪人拢无要忍心，啊，拢无要啊，拢无要包容对方，啊，拢无要包容对方。阿妈无结婚了呢，拢厝内底工作拢是三个工作，拢是太太。等来先生等来呢，就挑他咧去收啦。啊，出来这工课也无要倒做。啊，咱是在问一下好不好？咱钱到，咱钱的钱钱，咱公司要到到这出来这工课，敢有？那维修也收的，敢有？好，啊，首先放下。这问阿你够歹势啦。其实家庭的工课嘛。
其实咱老一辈先生可能，即个分队老无啥可能，有只头路较少啦吼。但是咱要换一个角度来讲，现在少年，现在少年呢，两个阿公阿婆拢比我吼上班赚钱，咱个家庭开销比较较困难。所以即摆大部分个家庭拢是安那，拢是双薪个对啦，阿公阿婆呢拢伫外口咧上班赚钱。所以既然是安尼个时阵，太太嘛伫外口咧上班，你是嘛是外口咧赚钱，嘛是真辛苦。所以下班回来了，其实厝内底工作是啥？讲袂个，因为家庭是咱个嘛，哦。所以厝内底工作，照你讲就是讲哦，夫妻拢有责任，啥嘛是有法度，啊，啥物叫出点仔咱，咱两个拢真忝个。工作在内，就安尼算互相分享，哦，互相斗相共，上面处理你，上面做做，安尼就圆满。莫讲啊，着家庭厝内底工作拢是太太，无啦，即个时代已经改变，因为过去个时代太太免去外口赚钱啊，即摆太太无出去赚钱，家庭会得过，哦，所以厝内底工作在内底互。互相啊，哦，有阵时啊，讲咱去到客厅粪扫一下，哦，到洗一下衫，即摆衫嘛免洗，即摆衫拢下到身躯咧洗，吼，拢是拢洗干净淡淡，时间到就洗好啦，哦。所以这部分是互咱看啦，吼，离婚率是咱来在报，台湾排名全世界第四，台湾才细量尔咧。排名是第四名，哦，所以这个观念上呢，爱靠大家去改变，哦，爱靠大家去改变。所以家庭婚姻呢，四部曲，哦，四部曲啦，哈，这个四部曲的讲哦，问题家庭，问题家庭呢，伊必定会经过四个阶段，这四个阶段，咱较简单就听啦，哈，如果你若是行到第四步呢，啊，你有家庭。第一个阶段甜蜜期啦吼，所以每一个人拢会经过这个甜蜜期。这个甜蜜期就是讲恋爱时阵啦，哦，那你恋爱时阵敢有最好？有啦，最好啦。但是这个恋爱那是有较少个有法，有法有法。那你恋爱这少年吼，讲天气很热个，两个人嘛是牵条个，两个人呢嘛是冷条，有无？哦，那个看。啊，若天气咧较冷个时阵呢，较寒嘛是出去，吼、哦，有无？所以即个恋爱时阵呢，两个人啊是有较少感觉，毋知影寒毋知影冷，吼、哦，毋知影寒毋知影热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即个恋爱时阵呢，即、這个甜蜜期呢，即、這个时阵呢，有一个特质，什么款个特质呢？就是观念、理念呢，伫个沟通上摆好势。要结婚进前，你恋爱时阵呢，会当安那？会当沟通？咱的未来，咱的家庭，要行往倒位，什么款的方向？哦，像咱即摆道场有足侪，咱的后生媳妇，咱若要带咱的，即啥？即囝，咱若要带咱的媳妇啦，也是要带咱的即个囝，要进囝婿时阵呢，拢会进啊，要道场要拍。哦，也是讲，哦，穿哦，舒适搁较好，哦，感谢安尼，哦，要找对象时阵呢，就是讲，哎，后摆咱介绍啊，介绍收得好得，哦，啊，当然唔是讲无收得好得就唔好啦，是讲无收得好得呢，伫个交往个时阵，迄、那个观念、迄、那个理念要沟通好得，啊，无结婚了，过来沟通会较难。过来沟通比较麻烦，这是第一个时期。那么第二个时期呢，进入到这个褪色期，啊，什么叫做褪色期？这褪色期就是讲，结婚了呢，来讲这个先生哈，这个先生哦，然后婚前像动物，啊，婚后像植物，那我们就来结婚。
要结婚之前呢，我就主动，我就积极，哦，这个女朋友来爱啥呢？我帮你预备，哦，女朋友来要上班呢，我来陪衬。嗯。哦，干部，我很主动啊，很积极啊，哦，这样来要上班，你讲哦，我给你载，我带你来上班。啊，现在就是无顺咯，你坐一年，可能爱坐三四十公里哦。讲地啦，我就顺咯，哦，我就顺咯。但是结婚了吼，讲叫先生去买一只导游，我无去。叫去倒一只不准，我足忝。嗯。等下厝了呢，就无要订单，就无要订单。哦，婚前是动物，婚后呢是植物。啊，这个表示讲，哎，已经淡薄仔退休了哦，这个感情已经淡薄仔退了。嗯，啊，佫有褪色期是甚物？褪色期是讲，有一个爸爸吼，一天就听到伊女、伊个查某囝在念，伊男朋友写话情书啦，哦，因查某囝迄份情、迄份情书就在念讲哦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太阳，啊，你的头发乌溜溜，啊，你的眼睛水汪汪。啊！这爸爸听到伊念嘞，吼、哦，就劝查某囝莫去念嘛。这上下推，啊，这里肉麻，吼、哦，那这里啊，花言巧语对吧？哦，我介绍我讲哦，即款查某囡仔嘞，千万唔通交唔通嫁就对啦。哦，你敢出一支嘴尔？啊，即摆妈妈就变嘛，介绍我囝嘞，带伊房间内底，佫行出来，摕另外一张批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对吧？刚好你的声音像黄莺出谷一般。啊，今天上，今天是爸爸写啊。爸爸当初在做妈妈时阵呢，写给妈妈的情书。这里讲结婚之前呢，是迄个甜蜜期，但是结婚了后，迄个感情会变啦，拢会淡薄仔变薄的。哦，其实变薄的。袂当怪，因为结婚了后，咱个家庭有家庭个责任来做，家庭有家庭个责任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太太就甲伊先生讲嘛，哟，你不是说结婚之后要快快乐乐的带我出去吗？啊，这先生就甲讲，因为结婚之后我没有快乐过，啊，为什么结婚之后没有快乐过？结婚之后出来那些柴米油盐。刚刚在烦恼啥？烦恼电话钱，烦恼水钱，烦恼囡仔出世钱，烦恼家属钱，哦，无所不至的对吧？一条处理了，搁一条，一条处理了，搁一条。真正厝内底的工课，厝内底的工课会困了。咱不是逐工闲闲，就是安那，结婚了就逐工闲，咱要做一个单元来，不是嘛？对不对？结婚了后有家庭，家庭的责任。咱来去承担，来去处理，哦。家庭结婚之前是两个人的代志，结婚了后是安那，是两个家庭的代志，但是哦，迄、那个问题，遐个下个较侪精神，伊安那去面对的，去相处的，哦。所以这是第二期啊，哦，第二期啊，褪色期，咱看面对这期。有啦吼，咱拢经过这期啊，已经进入到第二期啊，要过来进入到这个义务期，啊，义务期的话，咱才讲的是，一天过一天，一年过一日，啊，一年过一年啊，啊，才讲的是上班、下班、煮饭、洗衫、穿衫裤，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对这个家庭只存在义务。存在义务尔啦，哦，我做先生，我就是逐天爱去拍拼去赚钱，哦，哦，赚逐个月呢薪水领上来，就付你个家庭个开销。啊，做太太呢，就安尼有上班上班，哦，啊，若无上班呢，出来底就是安尼看看看看。啊，有上班倒来搁较忝，有上班倒来呢嘛是爱款，啊，若有囡仔呢，囡仔嘛爱款，哦，细细嘛爱款，啊，一天过一天，一年过一年。就比方讲，对这个家庭，
迄个感情会较好个啊，因为纯粹义务尔，一个责任利益啊，啊，一个责任利益。那么进入了这个义务期了呢，会阁经过一个期的讲吼，忍受期。咱刚发觉讲，阿妈某伫咧交往进程呢，咱拢会甲咱的一寡小毛病拢会甲咱啊看见吼。比如讲，咱要拿乌皮汤呢，咱唔敢在咩，咱朋友或是女朋友面头是乌面的。咱若是要放一下屁呢，咱嘛敢在咧边啊吼，咱在咧草边啊吼，咱拢会小啊小暗看的。咱一寡小毛病，咱一寡歹习惯，拢会小啊。就掩饰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结婚了就无啊。结婚了呢，一挂什么大毛病、小毛病、小毛病、什么歹习惯呢，全部啊，全部拢用的，对不对？上个平常就是啊，回来了呢，袜无变大，衫裤无变大，啊，这是足侪家庭拢有一挂的现象，对啊。结婚之前是衫裤拢穿甲好势好势。房间拢安尼整整齐齐，哦，啊结婚了呢，回来三个安尼穿过蛮淡，哦，啊无穿过蛮凹，哦，袂下死个仔，啊所以有太太就无多忍受来说声，哎三个啊袂啊好袂淡，哦，自己的受气嘛，哦，啊有的时啊，有是先生会对太太安尼大细声，大声啥，哦，啊讲话歹听。有诶，甚至咧，搁塞毛巾，安尼咧，安尼咧，咩，哦，放有这种，有诶。啊，毋是先生会对太太安尼利益啦，太太敢会对先生安尼，嘛会咧，嘛有诶家庭是安尼咧，太太嘛真歹。哦，所以有诶先生哦，即个先生我真唔见，就叫伊太太安尼欺负着对吧？哦，欺负到安尼真正忍受袂住，后尾安尼神经病咁发作对吧？要再去看神经科的这个医生，即摆去了后呢，这医生也问讲，啊，你互恁太太安尼去，有办得听袂？啊，有啥物方法会当互你心内迄个怨恨、迄个不平呢？会当呐？会当去除掉？伊讲，我想想的吼，我若无甲伊报复一下吼，报复啦吼，我若无甲伊报复一下吼，袂使。我咧去吼，即、這个怨恨的心咧袂平啊。但是我都唔敢对阮太太安怎。我啊，医生讲啊，你变安怎？我讲，有当时啊，我是趁阮太太出去时阵咧，我对伊的衫裤吼，拿一件衫出，我甲掉咧。然后呢，我拿一个袖出来咧，对阮太太的衫咧甲顺，啊甲顺，我讲你真可恶，伊安尼搞欺负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医生就甲讲啊。啊！你咧说，你着爱去细腻咧，你哪个恁太太衫束破去哦？你若束破去，你转来你着财产哦。吼，用我下啊，我去细腻。啊，搁一个典故就讲，一个先生会去互太太欺负到变啊，带一个啥，一个精神病院啊，就有一个官员吼，一个官员去这个。精神病院吼，去视察，啊，即摆去时阵，看到第一个病人，看到第一个病人时阵呢，就看这个病人，啊，就摕一张相片来看，啊，看三分钟了后呢，就开始一直动病，啊，这个医生就，啊，这个官员啊，真紧张，就问这个医生讲，啊，这个病人是安那，摕着一张相片来看，看看了呢，啊，一直动病。啊，这个医院啊，这个部门讲，伊讲这个病人吼，实在是真可怜，啊可怜的，伊讲吼，伊摕一张相，